看现在是采鹅啊季节，我们这边东石晋江东石的鹅啊，跟台湾嘉义的鹅啊是一样的，他们台嘉义东石是从我们这边带过去的。大部分都是以养科的，也是养科。东石这边也是一个养科的重镇，这个地方也是跟我们花园地那边也长得很像，而且这边的条件也跟那边条件一样，所以说祖先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叫东石。我们东石古城仁和里是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所命名的，我们东石也是十几万台湾乡亲的祖籍地。这是我们祖母记载的三皇三支，他们十一世十二世搬到台湾的，就是父子三个到台湾的东石乡东石村。我们台湾东石哦，早期是从晋江东石镇那边移民过来的，啊，就以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地所在家乡的地名就起名。我们的祖先是由大陆跟着郑成功到台湾来的时候，有一百多个人要住在这个地方，把命名为东石乡，就是有一个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所以才有这个东石乡的一个命名。最重要的就是不忘本，能够慎终追远的那个意思。为了要纪念我们的祖先到台湾，把大陆的这个丧事把它移到那边过去。到了那边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了哈，就是会一直脑海里面会浮现出我们的祖先当初是多么辛苦，从大陆这边，然后还要千里迢迢渡过台湾海峡，然后到台湾来这边做开垦，啊，后来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种血脉的渊源是这么的深哈，啊，所以就到大陆这边寻根，总是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祖先，会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家阳庙也俗称三公公，奉祀宋代韦天宗及其夫其子三代忠良。在满台众多的民间信仰中，家阳庙九龙三公的信仰由晋江东石祖庙分粮到台湾已有60多处，在台湾各地家阳庙内都有一首相同的七律诗。每年的农历5月初4就是我们的九龙三公他的生日诞辰日，我们两岸的都共同来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原来是正月15要去参加九龙三公因的圣殿，每一年都有祭祖典礼。台湾是各县市自己来举办这个祭祖典礼，迎神、敲钟、打鼓，还有里面祭典的仪式都很不错的。我们这边的神明是从那个护美宫过来的，也是在那边，也是在东石那边。那包商的材料就是从大陆那边东石。那个尤其是雕刻神明跟这些木雕，那个工厂老板也是姓黄，也是紫云。我们这个东石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东石都是亲兄弟的，所有的街道所有的人街道好像东石一样，非常的朴实，还有小巷子，大家面对面非常的亲切。台湾灯更加好看，一撮双木雕牡丹，一撮上河土羊婆，一撮半身雕阁楼，一撮油脂四等山，水泉灯，水泉灯。
泉店，万泉店，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台湾，一半在长山，一半在长山。两百多年前，我们两岸的族亲传承我们嘉应庙的张灯礼佛的风俗，发展成为新娘挂灯的曙光灯习俗。台湾每年都组团过来参加，一共有上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回到我们嘉应庙来进香和参加曙光灯的活动。咱后生爱吼，回去以后，咱也较无多人去，后生会当安尼来来去去。Thank you.